场景游戏组，而且我这里的跟这里的没重复。我有划船组，而且泰迪飞翔贝比已经是一对的咯，是冰淇淋车哦，你们看很可爱。娃娃一样也是一对的，还可以跟他小宠物坐在一起。哇哦，猜出来了，里面的背景超可爱又大，有小牛跟牛牛宝宝，牛牛牛牛，所以才会叫牛牛。另外一只粉色小牛，它的宝宝也是粉色哦。它的小宠物要坐它旁边。不不，警察，警察，这个很酷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哦。你们看里面有小冰淇淋，小冰淇淋是给宠物吃，大冰淇淋是给 BB 吃。这边有小的冰淇淋放这，大的冰淇淋放这。天气好热，想吃冰淇淋，叮叮叮。哦，是冰淇淋车停，我要买冰，我也要，我要大的，我要小的冰。哟，后面有位置，我们可不可以坐着吃冰？可以呀，小牛萌。那我就是坐这里了，你坐这边。你的冰出发了，叮叮啊！老板，我的冰淇淋。开回店里的，这是我们的店。这是我的宠物。这样子就好了，所以老板就可以站在里面休息吃冰。现在来开这个，场景是这样子，森林的河里游，丫丫 baby 和丫丫小宠物，绿色丫丫小 baby 和绿色丫丫小宠物，它的船很酷，真的可以玩。可爱的意思，开，里面可以放蛋糕，蛋糕有一个秘密，而且是冰淇淋哦，很酷哦。它这面是餐盘呢，这一面就是普通的篮子，它可以这样盖起来收在里面。它的救生圈很酷哦，它可以藏在大的救生圈里，再放进这里。划桨可以拿起来，非常可爱。爷爷爷坐这边，我们去划船吧。对，耶，好好玩！我们在里面划船。他们的场景是可以这样，可以挂在墙上，很漂亮哦。可以这样堆叠做组合。如果有买小盒的惊喜盒，就可以跟大盒的场景组一起玩哦。你们可以把它排不同的形状。大盒跟小盒都有的，都可以挂在墙上。宝贝当家，大盒跟小盒都可以在黄金繁盛城买得到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一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记得订阅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记得收看。妞妞 TV 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日常实况，这里可以订阅，是在玩游戏跟开直播，这里有光碟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